听到吗？听到吗？听到吗？喂，听到吗？听得到？收到吗？收到吗？收到吗？哇，好耐冇见喎，师兄翻嚟啦！因为你知道我哋要对呢个波力克同埋 Joske 师爷姐都立即要翻嚟归队啦。而家我想问，系考紧 DSE 嗰啲 oral 系嘛？第一剂系几时考？我想知道。第一科嗰啲主科，个个必考嘅，通常都系咩 listening 啊，定咩啊？几时考啊？要考会考，考 DSE 嗰啲，麻烦你出翻去啦，好嘛？啊，系时候要温书噶啦。唔经唔觉又系去到呢个时刻啦，我都同大家都经历咗三届嘅考试啊嘛，系嘛？依今年系第三届，最后冲刺啊！唔该，立即熄电脑，揼爆佢，揼爆佢又未必嘅。如果你破釜沉舟嘅，你觉得考到五条 A， 而系咪五个五星啊？五星星，你阿妈都会买部俾你，你可以考虑，不妨揼爆喺你阿妈面前，我一揼爆佢，吓得噶，你阿妈我决定殴爆佢啦。我话你睇住，你一锤揼爆嗰个 hard disk， 吓走，即刻落车，唔好再喺个电脑面前啦，即刻离开电脑。好嚟啦，我开波先啦。温完书啊，早啲瞓啊。啊！唔好搞咁多嘢啦，注意身体，唔好病啊！病佢真系影响嗰个作战嗰个时刻噶，讲真啊！你个 friend 叫你睇大哥浪温书嗰个害你嘅，讲真唔好啊！我教得几多啊？我就算每日开两个钟啊，咁样喺度教，可以噏到啲咩都唔及你正经经温五分钟，集中温书五分钟，讲真。啊！而且而家啲课程都唔同晒啦，我要教我都未必教到啲咩，讲真，我用翻十几廿万年前嗰啲嘢嚟同你讲啊，都可能已经过晒时，嗰啲咩 out of syllabus 已经系脱离你个考试范围啊！我好加油啊！啊，各位考试嘅，照住我寻日教你嘅方针，应该 OK 嘅啦。易病，哎呀，春天好易病啊！咁鬼大雾，啊，你又温书攰咧，啊，好，俾落去先，尽量叫人哋唔好喺纠缠喺啲细位度，系啊，讨论下大方啊，冇用嘅，你执即系点讲啊？有时拗一两个字嗰啲嘢冇咩意思啊，喺大方向度赢嗰先有意思，要有共识噶，通常 oral 嗰啲都系咁啊，考虑啊，你讨论一啲。讨论到嗰啲好细眉细眼嘅粒鼻屎嗰啲，嗰个人都可能听到瞓着。啊，个考官都话：，哇，仲喺度讲紧呢啲啊，成分钟啊，五分钟内靓波啊，成龙想射啊，可惜啊。咁啊，寻日我睇欧联啊，我黎英又话咩买曼城，我真系我一早话我啊撑巴九噶啦，巴九果然不负达叔众望啊，啊，咁啊二比一。冇嘢好讲啦，嗱，成日话咩巴塞啊，咩十二码嗰啲，今次巴塞有一球系俾人铲跌啊，美斯啊，定美斯定边个唔系好记得，美斯俾人铲低咗，都系冇判十二码嘅，但系两队波都系有攻守嘅，好似两边都有啲危险射门定点样噶，但系最后巴塞就哇，最后巴塞就即系比较把握到啲机会啦，美斯啊翻翻状态啦，见到喺度系咁扭啊，穿穿插插啊，啊，轻松松啦，呢啲唔使讲，我贴波都准，系嘛，冇问题，呢啲坐翻顺个波先，唔紧要，落后一球嗰啲都系咁嘅，冇所谓，啊，你估下决赛会系边队对边队？啊，好，我估
應該拜仁都一定有噶啦，拜仁都太好啦，睇落去就應該實食冇黐啊！拜仁對而家仲有邊隊啊？好，巴塞我唔知道，巴塞一時時有時佢誒疏疏地突然間啊。马体会仲有咩啊？皇马系咪啊？仲喺咪度啊？定已经出咗个？皇马好似未出过啊嘛？我撑如果皇马同马体会，我撑马体会嘅。讲真，我中意有拼劲嗰啲波啊。好，欧联成日都系咁啊，唔一定系传统班霸赢噶。郭大侠回翻身先，俾到入去啦。系啦，黎英。合到埋中間又想射，可惜啊，俾人攔到啊，仲有機會，可惜啊，都係攞唔到啊。有人話我對波對拜仁，我都想啊，我落去踢，我落去踢啊，勝之不武咯，求嗰啲幾廿萬、超幾廿萬班嚟恰細路啊，人哋係咁講，我啊冇辦法啊。好想多蒙特入決賽，有啲人就話好，啲。巴九通常都唔中意皇马，唔关事喎。我唔系因为我不嬲睇波，我好中立。我虽然撑边队，但系好似话我一样照样支持马体会啊，系嘛？马体会争啲赢巴塞添，今季好似有一场好似即和定赢啊，好似啊好想过，我成日都过唔到啊。又话支持火箭队啊。支持火箭队打可以啊，奥拉祖云以前踢波啊嘛，以前你知唔知啊？火箭队我话踢波都好劲啊，你唔好讲笑，成扎 NBA 嗰啲人我嚟踢波啊，万拳打死老师傅啊，话唔系啊，你叫咩湖人？你咩高比拜仁啊？整队 NBA 明星队打巴塞分分钟啊赢嘅啊，话唔系啊呢啲嘢，估唔到啊，好。个屈头锤咯，好似嗰啲你揾奥尼尔定咩，我哋都系咁输啊，输俾咩波力克咁啊，对住砸啊头锤咁高，个个几尺巨人啊，斋下下挑起个波。咁啊，寻晚场波都几好睇嘅，戴维斯华都好劲，曼城都算系咁噶啦，用尽全力去反扑噶啦，可惜最后啦，巴塞啊都系几高一筹，咁啊赢咗啦啊！因为一直提唔起劲溫书，一溫书呢就好想用电脑点好，所以我啱啱先叫你揼。点解话唔一定话揼爆电脑嘅，你掹鬼个插数掉鬼晒啲线呀、啊、或者点呀、啊。讲、啊、真的你掹个粒 CPU 之后俾阿妈收埋最贵㗎啦。最贵粒 CPU, 我估你哋都唔会走去为咗喂不如买落去高登买个粒 CPU, 即刻装咪有得玩电脑啦，咁麻烦断估你都唔会。啊哇、啊！掹插蘇嗰啲你好易嘅，即刻又你毀滅咗佢，可能你即刻落樓下買，有機會啊！啲嚼落去，可惜啊，俾人山砸。仲、有嗰啲咩WhatsApp 啊，嗰啲手機啊，話俾你聽，全部嗰啲都要掉俾掉鬼咗，手機都要封人，如果唔係你一定係而家你哋啊麻煩啲，講真，你哋手機。我想你要 cut 咗嗰啲數據啊，或者點樣？你用翻嗰啲啊，最舊嗰啲啊，3310啊，乜鬼嘢嗰啲最廢嗰啲老爺機啊，因為你已經唔會再用嗰啲咩 SMS 啊嗰啲啊，已經係麻煩。咁你用翻啲最 cheap 雞嗰啲手機啦，好嘛？咁肯定係冇事，呢個考試期間範圍之內啊，好。好啊！上年个考试嘅最大嗰个话题就系讲咩攻击型咩收音机定咩啊？咩全攻型收音机定咩？我记得最多啊，好似就系讲讨论呢样嘢啊！今年就应该唔会啦，见到你即系既然上年讲到明，我谂你今年都唔会再用啊！唔一定用 Nokia 啊，你咪用翻啲旧嗰啲咯。总之就系得个黑白 mon， 净系可以打出打入啊，顶笼俾你玩到嗰啲。贪食蛇啊啊！仲有啲咩啊？有啲咩古老游戏仓库翻最多玩呢啲嘅，我包你唔玩噶啦、啊、你见到唔系彩色嘅都已经冇兴趣系嘛？仓库翻嗰啲都啊，我谂你玩一局玩，讲真太难玩，玩俾你顶尽笼玩到第十关，你玩嚟玩去都玩唔吓、啊，你又冇心机玩啊！唉、哎，算数啦，温书算啦，我话唉顶唔到啦，做多条 pass paper。我斗多五分钟呢条都可能做得啱，
要我再玩嗰个仓库翻咧，我赢咧就真系，我话可能入唔到吓。呢部咩啊？呢部大有人话呢部成大部嗰啲卡式收音机入去唔得噶，好似犯法，唔知好似话咩诶，有可以俾你入带嗰啲系唔得噶嘛？好似话啊，我好似有印象嘅，有嗰个规格嘅，又而且唔可以大过几多乘几多 cm 啊嘛，好似。哇，系好险啊！好，传个靓片先，啲啲俾到落去啦。有人话闷起上嚟，乜都玩一餐，但系问题嗰啲嘢你玩唔得耐嘅，贪吓。其实最紧要都系靠自己啊！你要咁讲嘅话，真系做咩都冇用啊！你话哦，你揼爆电脑，我系买个部啫，系嘛？玩电脑咪出街玩，约朋友玩。啊！玩手机啊，玩手指都得噶吓，你数手指，我话呢只手指喺度攞公仔啊，对住张台啊，成板碌屎画到满晒公仔都仲得，系嘛？冇嘢好讲啦，呢啲都系靠自己克制嘅吓，原谅刺骨嗰啲啊，你都系靠咁样一做分神就即刻攞刀刉落去，讲笑嘅，但系唔好叫你咁做啦，但系。都系我意思就系睇你个决心啦，你有嗰个决心就考。讲真咧，要拉屎急起直追，其实唔难，唔系讲笑。我吓年年都系咁讲，你谂下黄狗就知道啊。你谂下黄狗又系成年都系成年就系 hea 住笑笑口同我喺度倾偈啊，冇上堂嘅，但最后佢一样会考冇难度啊。呢啲系佢系佢就算佢点 hea 都好，佢都系有点，佢都系有认真温。佢话佢认真嘅时候就嗰温嗰三分钟就真系好集中，因为记到入脑啊，点啊已经够佢仅仅合格过关啊，所以唔好话哦，唔好话自暴自弃啊，话咩成年冇噶啦，唔得噶啦，点点点点点啊，我哋化腐朽为神奇啊，咁先好玩嘛，好似我哋玩机战，有阵时你个个喺度用嗰啲咩真三一屈机嗰啲，我啊成年嘅咩大铁牛啊嗰啲咁样玩先过瘾啊，已经系系嘛？化腐朽为神奇，咁先有意思。人生都系咁样啊，大佬，个个富二代咩系嘛？但系慢慢咁样磨下磨下磨出嚟，系嘛？好紧要嘅呢啲。好，睇咩啊？以下睇下点啦，应该落嚟噶啦，一吸唔吸俾落去就知冇啦。你睇，难一难啊！你睇，我知冇，故意俾佢撞出界。好。俾落去，考试嗰阵时病咧，我都试过一次。有一次系小学，我小学嗰阵时咩肠胃炎定咩，我冇同佢讲。我话小学嗰次，我本身数学麻麻地嘅，文科人定点咩？我记得嗰次系小学，嗰次肠胃炎咧，成日肚痛或者点。我记得考数学嘅时候咧，我好急事，先一路考一路咧就话不如做快啲啦，有时间屙屎冇理由一开波即刻喂卷都未做有屙屎。唔系几好，一冇时间，佢谂住快啲，一定要做啱，而且做快攞最多嘅分数，做做下又觉得，咦，好似我真系全部识晒喎，吓、啊，跟住于是乎咧，我点咧，我啊于是乎咧就吓、啊、决定咧做晒佢，真系做得晒，而且系极快速，因为呢个关系，咁啊做得好快好快，好似份卷啊俾你三十五分钟，我好似。廿分鐘到就做完，哇！仲有時間剩喎，可能而家可以選擇啦。我揀去屙屎啊，定係去對卷啊？我再做過一次之後，我決定忍，我死忍。我話難得今次好似有啲機會喎，不如忍埋佢啦。我百忍成金，跟住於是咧，我就重新做過一次卷。我話有啲太低 B 嘅題目都係冇做啦，咁啊 keep 住重新做啊。誒，好似真係全部啱曬喎，梗係咁講。即係忍下忍下，已經面青口唇白噶啦，講真。最后都交咗卷啦，咁样，跟住结果派卷，你估咗几多分？即系人生第一次考数学系攞考试有几可以攞100分啊！嗰剂就真系，哇！嗰剂就真系考咗100分，我都好记得啊。好，小学文科人啊嘛，我意思就系我本身系一个文科嘅人，咁小学考数学呢啲都好难啊嘛，文科人不嬲数学都唔好嘅啦。吓、啊，叫我喺度吹水啊，乱写作文啊，嗰啲冇问题。
數學要精準，冇得作啊嘛，唔識就唔識噶，你冇得話誒呢條數大概咧就可以咁計解決到啊，冇啊，唔識諗唔到啊，嚇咩農場有雞幾多隻你要叻啊，咩切唔知係咩 x 等於咩，你唔識切一切錯咗已經係玩完啦，成條數已經冚棋噶啦，啊，好靚嘅直線啊呢下有機會啦，好吸唔吸啊？吸啊！可以射啦，远处位置射落去，可惜啊，都系俾人扑到啊！今晚有冇波力克？应该都会有嘅，我相信，除非佢唔打，我好似都甚少见佢唔打，一晚都撞几三嘅四次，发咗三日烧点算？第一时间咧睇医生咧点算啊？唔系问大叔冇用，我啊帮你，就算我同你讲，嗱、啊，你睇嚟你真系病咗啊，咁我都冇办法开药俾你，因为我都唔系执业大夫啊，好，古力。仲有考试咧，你病咧就唔好食嗰啲会眼瞓嗰啲药，咁咩睡意嗰啲啊，食嗰啲冇睡意嗰啲啊，啊，同医生讲喂，我考试啊，大佬，如果唔系真系好难顶嘅话，我都好难想象，如果我要。我争少少啊，顶又。如果我系瞓住觉咁考试，我都几大镬。讲真，睡魔好难顶嘅。啊，一阵你成最怕就系话咩瞌一阵啦，瞌五秒咧，我一瞌就即刻够钟嘅。一醒翻吓，唔系嘛？得翻五分钟，你即刻几系嘢？哇！好彩啊，阿郭大侠帮手包翻个位，即刻又再撞噶啦。考试呢最紧要嘢，有啲人系咁啊，即系你太紧张咧，你乜都做唔到。考试嘅时候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好紧张嘅时候，你点样话自己好冷静？我好冷静，我好冷静啊！好似嗰个咩风云咧，记唔记得啊？嗰阵时个咩嗰个阿郑伊健啊，烈风唔知俾只火麒麟喺度咬定咩？之后佢话咩心弱兵清啊，天坛不敬，我好记得佢嗰个咩冰心拳，我记得佢老豆教佢猎人王。之后佢就记住心若冰清，天下不惊，系嘛？佢话天冧落嚟都唔会惊。之后佢就怼冧咗火麒麟。我记得佢嗰阵时系要俾烈风系俾人即系阿红拜要放弃佢嘛。佢大佬哇，咁啊，跟住啲派啲刺客啊，又将佢掉落去火麒麟，想俾佢俾人咬死定点样啊？系嘛？好，喂呀，都系俾龙啊扑到啊！有人话饮葡萄色系咪真系会醒神啲？最紧要你够瞓啊，最醒神。你借呢啲外来啲药物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话俾你听啊，唔可靠。个都话饮完真系醒神啦，个个产品都系咁讲噶啦。系，同埋有啲心理作用。我话俾你听，你饮清水都好醒神。井湖的清水啊，你拍翻我啊，自己屋企水壶斟出嚟嘅水，话俾你听。啊！带樽翻去考场嗰度饮，啊！包你醒神，话俾你听，一路考一路饮，啊！我啊话俾你听，你支水俾达叔开个光嘅，话俾你听。阴公猪跌翻落第三 division three 阴公，我记得啲食物补脑嘅，如果你讲嘅话，咩花生啊，咩核桃啊。嗰啲咩果仁嗰啲都系嘅，咩硬壳果之类啦，都系补脑嘅。你嗰个食睇下有冇帮助，一路食杏仁啊，一路食啊核桃啊，一路温书，睇下会唔会好啲。茶同葡萄色都会利尿，急急下咧，考下喺度急尿咧，仲衰啊！啲人就咁讲啊。都是的，一试试急呢啲，总之你考试咧有啲咩急屎啊或者点咧，都好恐怖啊！呢啲嘢好恶顶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吓，Division 3唔使打玻璃卡，唔一定噶喎，讲唔埋喎呢啲，一阵都照打嘅。
我今天好像咳少啲，我觉得好像冇咁犀利。朱古力都得嘅，都可以嘅。今日啲新闻啊，话俾你先讲下啲新闻先啦。今日系上高登啊，上唔到啊，你废咗，瘫痪咗成个朝早。今日咧最其中一单新闻就系咁啊，港铁咩赚86亿啊，佢话咩仅仅咧回赠1.5亿，你点睇啊？即刻苹果日报 post 上呢幅图咧，话俾你听，成唔知几2000几个 like 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啊，个个人都喺度话咩？哇，地铁有冇搞错啊？啊，哇，赚86亿。佢话你唔好搞呢啲回赠，人哋讲你唔好搞咩回赠啊！佢话你买翻啲好啲车好过啦。我话喺你回赠咗点几啊个咩1.几亿？佢话实请我哋每人都系咩攞翻一毫几两毫子，佢买十送一，你呢条又唔送啦，系嘛？跟住啊，嗰啲车啊又咩又坏啊又危险啊成，人哋话想准时翻屋企啊，翻工啫，系嘛？系嘛？佢话咁讲。我呢啲我话你整几多咩回赠都冇意思，系、啊、嘛？你点睇？咁都港铁打手啊！我啊吓打，我系打击佢嘅打手，系咪？咁啊叫打手啊？打我系港铁打手啊，专打击港铁啊！我话俾你听，好，你系咪就好中意？你系咪港铁 fans？ 你系买嗰啲人哋嗰啲日本仔电车男咪有个？电视剧咪有个人就好中意扮嗰个揸电车嘅司机嘅，喺度话咩哦，准备咩电车准备开多啦，咩开驶啦，咩叮咚叮咚埋站了定点，好中意咁样戴晒手套喺度扮喺度揸电车啊！你系咪嗰啲人？你系好中意去地铁系嘛？地铁是你家啊？你系咪呢啲？好，俾落去，成龙，哎呀，想比上我识俾人拦到啊！啊！如果有日地铁找我做代言人，你点睇嘅？啊！我话你，我你哋觉得会？你哋觉得咧？你哋觉得点做？啊！我话你睇下，我睇下佢俾几多钱先咯。我话俾你，我俾佢话佢出到佢80几亿啊！我找我做代言，因为我系专责。佢话如果连打手，佢可能就会咁讲。地铁 CEO 话：喂，佢话连地铁打击手。达叔都嚟代言，代言地铁嘅话，我哋嗰个 image 可能即刻好翻喎，佢话即刻好翻好多喎，大佬，佢话咁讲，佢话可能真系佢话要俾多少少钱啊，佢话咁讲，啊可能佢就俾20亿，佢话今年赚80几亿嘅就1/4啦，最少20亿，我啊即刻我啊考虑下啦，我啊到时20亿嘅话，我啊考虑下，吓、啊、你点嚟？20亿之后，我咪是但掉翻几亿出嚟买几部车咯。喺我屋企嗰条线就一定要噶，即系我话我坐呢几班，唔该呢几班就一定要系呢车。之后我又话俾你听，我一次有达叔嘅支持，系达叔吓有睇达叔嘅就可以入去达叔车卡咁样讲，整几个达叔车卡吓啊 OK。地铁代言啊！我使唔使揸地铁啊？我系做啲咩角色？我系话咩？哦，朝早每朝早好多人噶，我就做嗰啲维修员啊，吓、啊、通常要冷温情嘅就，我一定系咁噶，因为我9点半咧，你要翻到屋企嘅，咁样讲系嘛？所以一定系要修理好嘅，我先可以每，但我每日都要修理好每架地铁，我先可以急翻到屋企，我先安心。见到啲市民可以搭地铁，笑琪琪啊，点啊，我先可以安心翻屋企打机。啊咁讲，吓系咪？好，我拍过，有人话我拍地铁广告就系咁样滚噶，系咁样滚滚声，模仿嗰啲地铁嗰啲声音啊。好，俾个直线靓噶啦，会唔会出个靓波呢？可惜啊，都俾人插水式头锤啊，顶走啊！哇，呢下撞得靓喎、啊，对面呢下撞墙有啲功架噶，冇可能过到我话俾你听，靓波嚟应你睇，我同佢 double 拍两个 mark 一个，即刻拦到啦，俾上去先。好，司机姐揞上去。系修理嘅时候就喺度玩电流迷宫啊！我喺度整，我系修理地铁就喺度玩电流迷宫。
可以啊，呢、這个系好好啊，喺度解电流迷哥，就我整地铁咁易整嘅就好啦，唔知系咪真系咁易？好，可惜啊！今日题目系咩咩？如果有人话咩对传统工艺，话咩传统工艺嚟啦，俾上去先。咩传统工艺俾人淘汰系咩啊？系自然淘汰嘅结果。话传统工艺消失咧系自然淘汰嘅结果。试睇睇你嘅讲法。我话俾你听，呢啲题你问亲我呢啲阿老啲题目咧，我话俾你听，其实正反两边都可以讲嘅，但系。我先想讲，听听你哋嗰个意见先。我讲冇问题，我系大把。我喺你讲晒执你哋剩低嗰啲送头送尾啲 point， 我都仲可以讲到，由你噏啫嘛。啊，你哋点啊？正路你哋都应该系拣话唔系自然淘汰啦，系嘛？传统工艺大把例子可以举嘅，你哋可以讲咩？日本仔咪？一样 keep 好多，个又唔见自然淘汰，系嘛？个点为之自然淘汰先？你系咁讲，你话传统工艺唔代表一定要自然淘汰，有佢价值喺度啊嘛？呢啲系嘛？个手法啊嗰啲一定要机器做啊，系嘛？唔一定噶喎。佢话呢啲系讲艺术啊，或者点样？唔系一下下话大量生产就一定做到好嘢，系嘛？如果唔系。哎呀，我大把例子啊，唔讲日本仔啦，讲中国咩紫砂茶壶嗰啲，到而家都要人整嘅啦，系嘛？个机器做，人手整嘅先矜贵，独一无二啊！你机器入程式，好，揾我斩啊！即刻入波，扯入嚟，顶头锤嚟啦！我就斩得好靓嘅呢下。咁啊，有人话咩啊？无需刻意挽留。无需刻意挽留这个传统工艺，日本制冇刻意挽留喎，佢哋自己啊，佢有政府话喂，如果你试下传统工艺消失咩剑道茶道消失咗，即刻攞嚟问斩罚款冇啊，咪一样留低睇你啊，呢啲啊睇你自己尊唔尊重啊，对自己嗰个传统嘅概念系嘛，民族嘅嘢，喂，仲有咩叫自然淘汰唔一定嘅喎，呢啲嘢有時咧，我話傳係咪話傳統工藝咁樣代表唔好？通常有啲人就會講嘅，我估啊，傳統工藝有啲咩唔好啊，咩過時啊，咩俾人淘汰得一定係唔好啊，或者點點點唔一定嘅喎。有樣嘢叫咩劣幣驅逐良幣，其實我好少講呢啲嘢，因為我就咁聽起上嚟唔知噏乜，但係你可以照噏，考試嘅時候你可以照噏，啲老師就哇好勁嘅，或者點樣？劣币驱逐良币，意思就系渣嘅嘢淘汰啲好嘅嘢，成日都有噶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唔一定，喂，有机会啊，嚼落去啦！唔一定话留喺世界上嘅嘢一定系好噶，你知唔知啊？啊，打比喻，例如中国，中国宋朝啦，世界嗰个文明水平都系 number one， 我斩啊！好。斩上去，顶落去，可惜啊！再嚟窝你，冇办法啦。咁啊，嗰、那个乜鬼嘢啊？嗰、那个系啊，我讲咩啊？宋朝嗰啲你一样啊，世界 number one 文明噶，咁你一样系都系传统啊，系嘛？五千几千年历史啊，咁你嗰啲蒙古国都崛起之一段时间，一样啊，嚼低你。咁系咪代表话哦嗰啲你科技水平一定系宋朝劲啲嘢？讲真，咪一样系照输系嘛？冇关系，啲系咪咁样系嘛？咁如果反面咧，佢话即系要支持系自然淘汰啊？你话呢啲系物竞天择咯？你话咁讲，话我啲又唔使讲啊！有自然，我话古代人，我话古代人着嗰啲老虎皮度做底裤嘅，而家系咪仲着啊？唔系啊，我呢个就最传统嘅，你咁同佢讲，呢个最传统噶啦，吓、啊、古代人攞兽皮着衫啊，而家你又点解啲人唔着啊？唔方便啊，残忍啊，系、啊、嘛？又杀老虎又食，系、啊、嘛？又难洗啊，嗰啲毛皮老虎皮，系、啊、嘛？呢、這个最传统工艺啦。咁而家点解冇人着咧？佢咁讲吓，系咪代表已经冇老虎冇兽皮咧？唔用兽啊，唔用老虎皮，不用牛皮啊？兔皮点解用都系冇人再用兽皮着底裤咧？吓、啊，呢个淘汰啦！你啊，呢个品味问题第一，
吓、啊，夏天好啊，唔舒服啊，或者太热啊、吉啊、毛吓、啊，